并肩作战最后一次，无论是个人也好，团队也好，必须要拧成一股绳，做最后的冲刺。我对自己的节目有信心，只要我们做得好，我们团队能赢。春天的来临，悄悄释出暧昧的气息。Have you ever met a girl that you tried to chase? I gave my heart to her after the first date.关于决赛，我的想法就是最后一期了，我肯定得拼过去啊，一定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，男生们一起齐心协力跟女生们进行 PK，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赢。最后一期了，我作为游击班的其中一名成员，希望自己能发挥到最极致吧，然后希望能很稳妥的拿下比赛，绝对不会让我的兄弟们失望，会让他们为我们骄傲，我们会带着兄弟们的心胜过他们，赢过他们。我道歉，我只有预感，名字慢慢开始扩散，我像是特种兵们准雇佣机子高空，让我玻璃跳伞。在最后一场，我不会害怕舞台上所有的对手，我会好好努力，跟着游击班的兄弟们一起全力以赴去应战，替大家赢得最后的荣誉。听好，我就在这里大声宣言，想挑战我最好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些梦不为谁而活，骷髅头就让我征服全宇宙。对于接下来的总决赛，我对我们团有信心，对我们游击班有信心，我一定会承担起整个少年队的责任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，我会全力以赴的为少年队拿下最终的胜利。对于最后一次上场，我有信心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回忆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你要勇于亮剑，把压力转移，看你的作品说话。